幾位主席台上面的嘉賓之外，今天我們很高興，我們五邑呢很多呢是喬嶺過來的，咁咧或者我哋首先介紹下佢哋啦，咁咧但咧因為咧今日條令眾多咧，如果有遺漏咧，咁麻煩你一間咧係可以主動起身咧，係報上你嘅姓名同埋你所屬嘅組織嚇，因為唔好意思咁啊比較多多朋友咧，咁有時有遺漏，咁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咧有多行多新會同鄉會嘅葉國良先生。咁啊，安省台山聯合同鄉同聯合總會嘅李景輝先生，同埋佢其他有幾位領事一齊嘅，請帶幾位領事一下。多倫多華人聯合華人團體聯合總會嘅副主席鍾生啱啱介紹咗啦。咁另外多倫多龍崗親義公所嘅趙國元先生，加東台山一中校友會嘅吳伯光先生同埋吳劉彩鳳女士，吳伯良，所以聽唔好意思啊，吳伯良，咁啊，同埋係吳劉彩鳳女士，咁啊，安山同鄉會嘅趙卓明副會長，咁啊可能未到啦，咁啊就仲有咧就係、是、加中企業促進會會長張瑞慧生先生喺邊度啊？張生嚟到未啊？OK， 未到。咁我仲有咧，就係、是、我哋係中區嗰個華校發展委員會嘅郭偉光先生。咁仲有冇其他係我哋以前郭生前任會長係。咁林君，我哋華聯會嘅秘書長。咁就仲有冇遺留？咁仲有我哋其他嘅朋友，咁一間啦，一我哋再介紹啦，好嘛？咁唔知冇遺留邊位？咁如果我想又請飛體會嘅黃生係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嚇失過曬，失過嚇。飛體會嘅黃生，以前我哋都係叫你噶。各位鄉親，各位朋友嚇、各位喬嶺嚇，咁啊。尊敬嘅嚇譚主席同埋阿譚書記啊，咁啊係我哋大家熟悉嘅老朋友。咁今日我首先代表我哋家中海洋交流協會咧，同埋咧我哋多倫多市喬嶺同埋咧我哋朋友們咧，就首先歡迎江門市嘅政府同埋企業家代表團。咁今日好高興嘉賓係出席，咁啊多咁多喬嶺咧都係百忙之中，因為知道你嘅代表團過嚟咧，好多都喺唐街啊，特別喺中區唐街趕過嚟嘅，咁好多謝大家嚇。咁即係本人咧有機會咧係差唔多每年咧都有機會江門市去拜候各位領導。咁咧，江門呢幾年咧發展得特別快。咁咧，舊年嚟講咧，咁我哋參加個旅遊節，咁同埋咧，佢哋咧有好多係新嘅發展。咁翻到家鄉咧，始終嚟講咧都係好親切啦。咁江門市係全國著名嘅橋鄉咧，咁有佢嘅江門橋包咧係分布喺世界咧有167個國家，咁同埋咧有超過400萬嘅橋包嘅。咁咧就今次嚟講咧，佢哋嚟嘅目的咧，咁都係希望咧係拜我哋大家啦，嚇咁同埋咧就係、是、推廣佢哋喺6月1日喺馬來西亞沙巴嘅舉行嘅第三屆世界江門青年大會咁樣。咁詳情咧，我陣間等阿譚主席咧再同我哋詳細介紹。咁我哋希望咧，就今次咧，我都呼籲大家條包咧，係特別中青年人啦、朋友啦，如果佢哋今年咧係6月份咧係有時間嘅話咧，就希望咧佢哋係參加呢個大會，因為咧我呢個係參加佢以前佢第二屆或之前嘅大會，咁覺得咧獲益良多。咁希望咧，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咁可以係即係提問一啲問題，咁我相信佢哋都好樂意解答。
我哋好高兴，好荣幸，啊！呢、这个我哋嚟到啊多伦多呢、这个啊呢场优美嘅城市，啊得到我哋啊陆俊雄就系老朋友，就系我哋江门学生嘅啊乡亲，啊习惯咗，祝大家咧呢、这个诶呢、这个啊个人咁样一个中午呢、这个宴会啊，又多谢大家喺百忙当中啊中午呢个时间咧出嚟参加我哋呢个宴会。啊，好多謝。咁我哋呢次北美訪問團咧，到多倫多係最後一集。誒、啊，舊底原來計劃係最早一集。咁啊，由於咧呢、这個誒簽證上嘅原因，係嘛？咁啊，簽證上嘅原因，我哋等下食飯再具體解釋喺度講。所以我哋將最前面一集變成咗最後一集。咁要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啊！咁樣咧，呢個因為可能原來有啲活動啊，係嘛安排啊，通知咗大家咁樣又變咗，所以呢個咧，呢、这個係嘛誒，大家講聲 sorry。咁我哋呢次訪問團嚟嘅目的咧，主要有咧三項內容。咁我哋首先一個就係向啊各地嘅呢個橋領啊，呢、这個華僑組織啊，推介我哋世界江門啊第三屆。大會啊！世界江門青年啊，第三屆大會。呢、这個大會咧，我哋已經組織咗呢個一屆同埋兩屆。第一屆喺江門召開，第二屆咧就喺澳門召開，第三屆就喺沙巴，啊馬來西亞嘅沙巴召開。咁啊，我哋第四屆準備就香港召開。咁啊，第五屆咧？第五屆咧，我哋呢次經過去到美國友好城市河濱市嘅時候咧，同呢個河濱市嘅市長啊講咗呢個情況咧，佢哋咧嘅議員同埋市長咧就講啊，如果我哋冇意見嘅話咧，喺啊爭取喺河濱市召開。咁我哋呢個第三屆喺沙巴召開嘅時間咧係六月一號。咁我哋從第一屆開始。推介世界江門青年大會嘅主要話宗旨同埋呢個目標咧，就係、是有咁一個啊主要兩方面嘅啊呢、这個考慮。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江門咧係橋鄉啊，亦有啲為第一橋鄉。江門有450万人，但係喺海外嘅鄉親咧，哇、啊、亦都有接近400万人。啊，江門咧包括咗呢、这個台山啊，我哋頭先有台山商會嚇、啊、同鄉會，新會啊，啊即係江州以前叫有開平啊，有恩平啊，啊還有學山啊，啊仲包括咧呢、这個鳳江區同江海區，啊有啊佔珠江三角洲嘅面積咧四分之一，9400万平方公里，9400平方公里。咁有更多鄉親喺海外咧，喺包括喺加拿大嘅華僑咧，都係比較早就有江門嘅華僑。話喺107个國家當中，除咗香港、澳門比較多之外，過嚟咧就集中比較多嘅喺美加。啊，喺美加、加拿大嘅話，主要咧就係喺呢個啊多倫多啊，同埋温哥華啊呢、这個比較多。所以我哋呢個宗旨咧。就想啊，將我哋多年喺海外華僑嘅優良傳統啊，呢、这個咧發揚光大，使我哋呢啲優良傳統咧，能夠喺我哋後一代嘅華僑身上啊，充分嘅體現反映出嚟。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啊，我哋呢個好多華僑啊，喺呢、这個不管咧啊，孫中山啊。呢、这個搞呢、这個啊復興革命嘅時候，咁大家咧都好支持，哇！所以孫中山又講過咧，呢、这個華僑係革命之母，哇！所以喺我哋呢個江門嘅華僑博物館咧，都陳列咗好多呢、这個美加嘅華僑啊，對我哋哇孫中山早期哇呢、这個搞革命嘅時候啊，哇呢、这個支持。喺抗日戰爭啊，
啊，呢、這個時候咧，浸會我哋好多華僑咧都係啊未識講英文，啊漂洋過海，白手起家，啊艱苦創業，但係咧對啊國家需要嘅時候，喺抗日戰爭咧好多咧，哇、啊、都啊攞出自己嘅家產，攞出自己嘅呢個努力，甚至咧自己啊啊去參加呢個抗日呢、這個國際軍隊，係、啊、你好似美國嘅飛虎隊啊，啊好多華僑，我哋加拿大啲華僑青年都去參軍，係、啊、咁喺呢個我哋啊長期嘅啊華僑呢個艱苦創業嘅同時啊，都冇得忘記國家，都冇得忘記家鄉，啊！即係呢個國家嘅發展、家鄉嘅發展咧，同我哋華僑咧又有好多啊息息相關。所以我哋呢次覺得啊，要發揚呢啲光榮傳統，特別係改革開放以後，好多華僑咧啊，翻到去又好，出嚟又好，再翻去又好，都好關心國家嘅建設，係、啊、我哋江門咧呢、這個地區啊，改革開放以後咧，翻去投資嘅華僑啊，超過100亿美元；翻去捐贈建學校、修橋、築路、建醫院嘅咧，超過70亿港币。所以我哋呢個改革開放啊，江門嘅發展咧，係同大家華僑分唔開的。所以我哋通過呢、這個啊總結咧，覺得華僑嘅優良傳統啊，啊呢、這個好嘅。啊！呢、這個中華民族嘅傳統精神咧，應該啊，既體現喺愛國愛鄉，亦體現喺咧艱苦創業，亦都體現喺咧啊呢、這個扶弱助困、從民落善，亦都體現喺啊呢、這個守望相助啊鄉親咧，大家啊互相幫助，亦體現咧喺呢個和睦啊同當地啊和睦相處啊。呢、這個發展當地，呢次我哋哇嚟到睇到我哋哇今日在座嘅好多僑領，哇我哋幾位議員啊，我哋陳警官都係應該講係華裔，係嘛？咁樣嘅話，能夠喺當地咧哇有一個好嘅發展咧，當然呢、這個哇首先係我哋華僑哇唔單止呢一代人幾代人嘅努力，使當地能夠咧認同華人。又係咧，話華人自身嘅努力咧，當地咧認同咗我哋，亦都同我哋話呢個民族國家咧改革開放發展咧有好大嘅話呢個關係，話，所以我哋覺得啊，呢、這個要發揚呢個華僑嘅優良傳統，通過呢個世界江門青年大會啊，去進一步宣揚呢種啊好嘅精神、優良傳統。使呢種優良傳統發揚光，喺最近上一個五年計劃咧，啊整個 GDP 啊，呢、這個財政啊，呢、這個固定資產投入啦、啊，還有呢、這個啊民眾嘅收入水平啊，喺十一五計劃都翻咗一番。按照我哋十二五啊，從舊年開始咧，再過五年咧，我哋啊都爭取再翻一番。啊，當然而家我哋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啊！按照社會發展嘅需求啊，特別出嚟睇到，好似我哋呢啲加拿大咁樣啊，環境嘅優美嘅城市咧，要更加注重環境嘅方面，更加注重啊啊呢、這個經濟嘅質量，更加注重喺發展經濟嘅時候咧，社會嘅教育啊、文化啊各方面咧要同步發展。啊，所謂講話要又好又快啊！既要咧呢、這個綠水青山，又要根山銀啊！既要根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咁可以發展。咁樣大家都經常有翻去啦，喺度我唔佔太啊，大家太多嘅時間。再一個咧，我哋嚟嘅啊內容咧就係、是、通過同我哋鄉親啊，啊同當地嗰啲啊社團交流信息，啊、我哋又有啲企業家嚟。我哋企業家今日咧喺另外一批咧喺另外一個場合活動。就係、是、收集交流信息，捕捉商機，啊！我哋呢個喺跟頭發展當中啊，樣樣去同我哋華僑比較多嘅城市，大家互相咧交流信息，優勢互補，啊！使我哋係發揮華僑啊對家鄉啊呢、這個對國家呢、這個作啲
努力的時候呢，又養養使他們有更好的發展，使我們這個整個華僑這個鄉親呢有發展的時候呢，在當地呢更加有作為，所以我們這個第三個目的是來的拜收集的訊息，大家交流訊息，捕捉相機。好多謝呢次我哋嚟到多倫多咧，得到我哋鄉親同埋咁多社團嘅咁重視，咁樣中午大家百忙當中嚟參加呢個宴會，就再一次我哋代表我哋訪問團咧表示衷心嘅感謝，並咧祝我哋多倫多市咧同埋我哋呢個各個社團發展得更加興旺。祝各位身體健康，多謝。